各位同志，大家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科目为摔跤，其目的在强身自卫，并以遭遇袭击时，应用技巧迅速制服敌人。其课程内容概分为：一、通指；二、术式；三、护身导法；四、对练及摔跤之安全规定，以运动伤害防止。有关引带之示范动作、精彩、分解、连续及特写镜头显示，现在请看示范。第一章通则，第一节要则，严格及功能。一、严格。一、摔跤始源为时甚早，人类以此术式锻炼强身，以为社稷，并用以发扬尚武精神，故摔跤乃为强身保国之术。二、民国21年在江宁府成立中央国术馆，积极发扬摔跤。鉴于此术与宪兵勤务关系密切，特研聘国术界之先进专门教授，对宪兵勤务之达成颇具成效，至今已为我宪兵必修科目。二、功能。一、强身。身体为事业之基础，若无强壮之体格，纵有高深学问，其事业亦无法开展。摔跤是一种全身激烈技巧运动，对强身有极大辅助之功能。二、自卫。人类生活中常有遭不测之袭，为求生存必须加强自卫能力，摔跤是一种直接攻击及防御迅速之技巧自卫术。三、保国。保卫国家为国民应尽之义务，摔跤是近战格斗歼灭敌人最有效之技术。四、辅助宪兵勤务之执行。我宪兵执行勤务时，如遇暴徒抗拒或袭击，即可以摔跤使其就范而达成任务。目的：学习摔跤旨在强身自卫，并于遭遇袭击时运用技巧迅速制服敌人为目的。摔跤与力学的关系。摔跤的技术与力学有密切的关系，它运用人体很多力学的学理。一、力。在很早以前，人类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物体为何会运动呢？也就是运动的原因何在？直到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才逐渐了解原来物体是受力的作用而产生运动的，并根据实验的观察而归纳出运动定律，即物体受力的作用便会产生运动或改变运动的状态，其产生运动的加速度 A 与所施之力成正比，比例常数为质量 m， 亦即 F 等于 ma。 从经验中我们得知，用手推物体时，推力的方向、大小或推力的地方不同时，都会影响到物体的运动情况。力是使物体产生运动的因素，物体受到力的作用，或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不平衡时，物体便会产生运动。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产生运动的效果，除了与受力的大小有关之外，还与所受力的方向及力的作用点有关。因此，在研究物体受力的作用时，必须仔细考虑所受力的这三个因素，即大小、方向与作用点。反过来说，当我们想施一个力作用在某物体，若欲将此力发挥最大的效果，就必须考虑力的三个要素之妥善运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巧妙地运用施力的三个要素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二、力矩。我们知道施力欲使物体转动，必须考虑到力矩的问题。所谓力矩，
是施力与力背的乘积，也就是说，力举是施力与力背两者组合起来的效果。力举越大，使物体产生转动的效果也越大，而欲使力举大，必须施力与力背配合起来，才能达到。用数学公式表示，即力举等于施力乘以力背。例如，一，力背较大，因此力举较大，物转动效果较佳。二，力背较小，故力举小，转动效果较小。所谓力背，指的是施力线与转动轴的垂直距离，所以必须使施力与力背乘积最大，才能发挥使物体转动的最佳效果。因此，除了施力的大小、方向及作用点之外，还需考虑另一个因素，即力背。物体受到力矩的作用，便会产生转动。为了探讨物体转动的情况，我们来观察力作用于轮轴上所发生的效应。在图一中 ，O 点为轮轴。由经验中我们知道，若用于 A 点时，较作用于 B 点时，使轮子转得更快。若力作用在同一点 A 时，则所加的力越大，轮子转动越快。但若将力 F 加于 C 点，此时与轮轴平行，其作用线与轮轴的距离为零，轮子将不发生转动。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使物体转动的因素为作用力的大小及其作用线与物体转轴的垂直距离，我们称为力背。如图一中 ，OA 与 OB 即为 F 对轮轴 O 之力背。在图二中 ，O 为物体的转轴 ，Q 为力 F 之作用点。作 OP 使与其力之垂直作用线，则 OP 即为力背。摔角运用力矩之原理为：如摔角动作，上把前进后踢动作，右背挟住对方颈部处为力点，力点与右脚支点距离为力背，再配合右背向下施力及产生力矩作用，而能摔倒对方。三，力偶。在图三中，若物体受到两力的作用，此两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但并不同在一直线上，则称如此的一对力为力偶。力偶因为产生于力矩，使物体发生旋转运动，其力偶矩为平行力的垂直距离与该力的乘积。即如摔角动作前进踢，右手将对方肩部向前推，左手反方向向后拉，即是力偶原理将对方摔倒。四，杠杆原理。杠杆是一种非常有效而简单的机械，由绕着称为杠杆支点的固定点及自由转动的刚性棒所组成。杠杆是依照支点对施力 F 与负载 W 的位置 P， 可分成三类。若 L1 与 L2 分别为支点施力点与支点到负载的杠杆背长，则图四中三类支点所取的力背与力之间的关系为 FL1 减 WL2 等于零，即 FL1 等于 WL2。 如摔角动作架梁踢，即为 A 第一类杠杆，左手抓对方手腕部为力点，右肘托其腋窝为其支点，对方身体为重点，故能轻而易举将对方重心上举，破坏其稳定与平衡，再配合踢右脚，更容易摔倒对方。五，向心力与圆周运动。根据力学运动定律，一个物体受力的作用，便会产生运动或改变其运动状态。当一个正沿某一方向运动的物体，若沿其运动方向施力，则此物体会沿其运动方向加速做直线运动，
若沿垂直运动方向施力，且时时刻刻保持此种施力情况，则物体将做圆的运动，如图五所示，因施力的方向指向圆心，故称为向心力。例如摔跤动作背负摔，我之背部位置为圆心，右肩位置为圆周，背部至肩部的距离为半径，头猛低下，双腿后蹬，即以圆周运动将对方摔倒。由以上力学分析，即可知摔跤之技术应利用力学原理配合动作来施术，如此才能了解到摔跤技术之奥妙。摔跤与人体生理的关系。摔跤的技术奥妙，除了运用物理学的力学原理外，主要是运用控制人体各关节，迫使对方失去自由活动的能力，以致无法抵抗的原理。所谓先抓好手而后摔，这句话的意义说明先控制对方的关节，然后才能容易失速将对方摔倒。一、人体结构。人体骨骼是由206块大小不同的骨骼所组成，区分为头骨、躯干骨和四肢骨三大部分。骨骼即是架构人体梁柱之材料，其主要功能在保护人体内部重要器官。骨与骨相接触为一特殊构造，此构造称为关节。关节可分为三大类，一为不动关节，一为少动关节，另一为动关节，主要功能为操作运动与固定骨骼。关节亦为人体结构上最为脆弱的一环。二、关节结构与摔跤技术之应用。摔跤的一般应用技术主要控制的部位有颈关节、肩关节、肘关节、腰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等。一、颈关节。颈关节由七块椎骨连接而成，是人体最复杂而脆弱的关节，其四周分布有动脉、气管、食道等重要组织。若颈关节被控制时，对方会失去抵抗力而被摔倒。二、肩关节。肩关节由锁骨和横骨构成，主要功能可使肩部关节做大幅度的旋转，发挥扛、靠、撑等力量，如果使用不当将成为脆弱的环节，同时容易发生危险。摔跤中肩部摔的动作即是控制其肩关节。三、肘关节。肘关节由横骨与尺骨、腰骨连接而成，它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只能内屈，绝不能向反方向弯曲，否则容易发生危险。在摔跤时必须保持肘关节为弯曲，有助于预防损伤。以锁肘、绷的动作皆可控制肘关节，配合腿部的动作将可巧妙地摔倒对方。四、腰关节。腰关节不仅可向前弯曲，同时可用任何方向弯折，灵活性很高，且在摔人过程中能发挥很大的威力，如下巴前进后转，即是控制对方腰关节配合步伐将对方摔倒。五、膝关节。膝关节是大腿股骨与小腿的胫骨、踝骨的交接处，当直立时大腿与小腿骨成一直线，人体的体重通过膝关节到地面上，当膝关节弯曲控制时将容易被对方摔倒，如右横步摔之动作作为控制膝关节摔倒对方。六、踝关节。踝关节为脚掌与小腿连接的关节，摔跤中
脚部的移动与旋转都靠踝关节来维持平衡，以前进踢、前腿等动作皆是控制此关节摔倒对方。第二节，教学程序及一般规定。教学程序：一、准备运动。准备运动为任何激烈运动之前，必须将身体各部门做一轻松活动，以免突然激烈运动而遭致受伤。摔跤之准备运动，以对摔跤有辅助功效者为主，但不应拘泥，以能达到活动身体为原则。二、基本动作。基本动作为摔跤之根本，学者入门之途径出之工架，进而领悟移步、打腿、转身与背、踢拉、蹦等动作之用力。平时个人锻炼以充沛其气而立根基。三、基本对摔法。将基本动作两人对摔，对方不加抵抗，以试验如何将基本动作能以摔跤摔倒对方，如何近身，如何用力，以领悟应用时摔法。四、应用时摔法。时摔两人相对各自运用机智与力之技巧，以较技术之高低。所谓机智，在于眼快手快，能窥破好机；所谓力，依为气力，即在平时勤于锻炼以养其气，气足则力能持久；亦为巧力，即在窥破好机，以最迅速之动作利用对方之力量，以敏捷之反应轻巧地将对方摔倒，此即为摔跤之最高技术。五、习汗换气。实摔中每一回合完毕不可停留，必须走动，一方面整理摔跤衣与腰带，一方面做深呼吸以换气习汗。六、全程摔跤完毕勿迅速离开，应在场边走动最少一分钟，再脱下摔跤衣。由于室外沙坑实施，需在两分钟以上，否则易感冒。盥洗必须休息半小时行之。训练要领：任何训练必须由浅入深，由易入难，循序渐进。摔跤训练亦然，必须按摔跤式、护身导法、对练、应用实习程序实施。训练中除做讲解、示范实施外，特需注意改正错误和防险，以其动作正确，避免意外受伤。一般规定：一、场内管制。平时练习常有场内同时教练人员过多，除易遭致受伤外，并对学者技术亦受影响，故练习时摔在40个训练垫内同时可摔四对为原则，但任何比赛一个场内比赛一对。二、摔跤服管理。摔跤服需妥善保管，使用前应注意是否有破损或汗垢，应立即处置。使用后不可放置潮湿处或弃之地面，应保持干净。每件需结为一束，悬挂于架上或放置柜内，最好选择通风处放置。三、德性修养。凡学习摔跤人员，首先必须陶冶其品德之端正，言行之检点，涵养之修炼，乃不至于危害社会，习得其技术，视为强身自卫保国，制服暴徒，以维护社会安定，切不可以此技术而为非作歹。如果不务正道，除受法律之制裁外，摔跤会同仁亦皆同身指责。四、注意事项。应用时摔中虽易遭致受伤，故必须确遵护身导法之要求倒地，并迅速松把，
以免拖累重压之危险。第二章术式，第一节要则要旨。基本术式为摔跤初学入门之途径，旨在习练弓架，练习合肘力量，进而领悟移步、打腿、转身与背踢、拉蹦等动作之用力要领，以及手之握力，使其反复演练，以充其气而立好根基。第一式前进踢。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脚踢摔倒法。二、口令前进踢，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两手叉腰。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左脚向正前方一大步，左腿弯曲，右腿伸直成左弓箭步，左膝盖及足尖向外约30度，左脚跟与右脚尖成一线，身体前倾45度，脊背挺直，两眼平视。二、文二口令，身体重量置于左脚，右腿弯曲提至左脚近前时，足尖向下离地约10公分，由右向左上方勾踢，此时右足尖向上距地面约20公分，身体左转约30度，头正，两眼向前平视。三、文三口令，此时右脚收至左脚正前方，再向前一大步，同时身体转正呈右弓箭步，右膝盖及足尖向外约30度，右脚跟与左脚尖成一线，身体前倾约45度，脊背挺直，两眼平视。四、文停口令，后脚跟靠前脚呈预备姿势。五、文还原口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前进踢，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前进踢，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左脚尖向外30度，左膝与左脚尖垂直，身体倾斜45度，右脚勾踢离地20公分。第二式，上把前进后踢。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后踢摔倒法。二、口令上把前进后踢，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抱肘。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两手变立掌，先向右伸，左掌至右肩窝后，两手即由前向左平勒，同时左脚向前踏出半步，足尖向外，两腿下弯，右膝盖抵住左膝弯，右脚与左脚呈丁字形，右脚跟稍离地，此时两手已勒向左方，两手变成握拳，左拳置于腰际，拳心向上，右拳置于左肩窝，拳心向下，右肘尖正对前方，与肩同高，身体左转约45度，
体重平均落于两脚中间，头正向前方，两眼向前平视。二，闻二口令，右脚上前一大步，左脚随提起经右膝弯，向右侧方踏出半步，膝盖贴着右膝弯成交叉形，同时右拳向右平伸，与肩同高，拳心向下，左背合轴，拳心正对胸前约五公分，身体再转45度，两眼向前平视。三，闻三口令，身体重心移至左腿，右腿提起，脚尖向上，由敌右侧猛向后踢，左脚跟为轴，身体向左转90度，左脚尖向外呈左弓步，右脚跟与左脚跟成一直线，身体前倾约45度，在转身踢腿之同时，双手变掌猛向左平勒，左手拉至腰际握拳，右手合轴后握拳，拳眼正对右肩窝，轴尖向正前方，头向左转，两眼向左后看。四，闻停口令，右脚靠左脚，右手放下与左手同置于腰际，呈预备姿势。五，闻还原口令，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上把前进后踢，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上把前进后踢，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双脚交叉时姿势要低，保持弹性，右脚后踢时身体前倾45度，头左转，两眼目视右脚跟。第三式，背腹摔。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单背摔倒法。二，口令，背腹摔，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抱轴，两脚离开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两手变窝心掌向前伸，位置于左前方，左掌心向下，右掌心向上，左小背微屈直立，右肘尖下压，小背水平，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左手虎口约在右手腕下方5公分处，同时右脚上前一步，足尖内关，呈右虚步，重心落于左脚，两眼向前平视，身体左转45度。二，闻二口令，左脚后撤，身体由右向后转135度，两脚平行成马步，上体稍向左，在转身之同时，双手变拳，左拳拳眼正对右肩窝，右拳移至右肩侧上方，目视拳。三，闻三口令，两手猛向前向下拉，臀部上起，两膝向后挺直，头向下低，目从当下后视，右拳拉至两腿中央，拳眼向下离地约10公分，左背微屈，拳心向上置于右肘弯下方。四，闻停口令，上体挺直，两手握拳抱轴呈预备姿势。五，闻还原口令，两脚微跳起靠拢，同时手放下呈立正姿势。
现在示范分解动作。背腹摔，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背腹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配合双手向下猛拉，两膝向后挺直。第四式，下巴前进后转。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扶腰摔倒法。二，口令，下巴前进后转，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抱肘，两脚离开与肩同宽，成马步。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右脚向左脚前踏出半步，足尖内关，成右虚步，身体重心落于左腿。同时，右拳随右脚向前伸出，拳眼向上，拳与腰部同高，左拳仍抱肘不动，目视右拳。二，文二口令，以右脚掌为轴，左脚提起向右后转体180度，转至反方向后，左脚尖与右脚尖在一平行线上，两脚下蹲成骑马式。右拳及背在原方向不动，左背合轴后，拳眼对正右肩窝，小背抬平，身体略向右侧，头向后，眼看右拳。三，文三口令，左拳变掌，向前向下猛拉，绕至左侧，至于背部时变拳，拳心向上，右手变掌，由后向上向前。即向下绕至胸前后，再变拳，拳眼对正左肩窝，肘尖对正下方，右肩略低，同时身体向下倾，头向下，两膝猛挺直，臀部上顶，两眼从右肘弯向两腿中间往后看。四，文挺口令，上体挺直，两手握拳仍抱腰际，呈预备姿势。五，文还原口令，两脚微跳起靠拢，手放下成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下巴前进后转，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下巴前进后转，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两膝猛挺直，臀部上顶。第五式，肩腹摔。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肩挑摔倒法。二，口令，肩腹摔，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抱肘。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左手前伸，呈手刀挂拿，肘关节微弯，指尖向上，同时左脚向前迈出一步，脚尖向外，呈左弓箭步，眼看左掌。二，文二口令，右脚上前一大步，呈右弓步，右手变掌，
向前向下直穿，右肩向前向下，左手变拳向后上方猛拉伸直，目视右手。三，闻三口令，记上左脚一步，身体由右向后转180度，同时右背向上挑，由正上方随身体向后绕至右膝前下方，左手由上向下绕至后上方，左膝为屈，右脚为侧，呈右虚步。四，闻停口令，左脚靠右脚，恢复预备姿势。五，闻还原口令，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肩腹摔，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肩腹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左手猛向上，右手由下向正上肩挑，绕至后下方呈虚步。第六式，右弓摔。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狭轴摔倒法。二，口令。右弓摔，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抱轴。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右脚向前一大步，足尖向左，身体随着转90度向左。同时，两手握拳稍向上冲，由内向外自两侧向下，再向内绕至胸前交叉，拳心向内，距胸前约20公分。左脚随即提起，经右膝弯向右倒叉半步，右足跟与左脚尖成一直线，同时两脚下蹲，上体正直，两眼向前平视。二，闻二口令，以右脚掌为轴，向左后转约180度，左脚后收，与右脚平行，两腿弯曲，膝内关，两背人同前，呈马步。三，闻三口令，以左脚跟为轴，向左猛转90度，左脚尖向外打开约15度，右腿向后蹬直，呈左弓步。在转身之际，右手变掌，向右后猛蹦，掌心向下，指尖向右，距右大腿约20公分。左手握拳，用力拉向腰际，同时头左转，上体前倾，目后视。四，闻停口令，右脚前靠，呈预备姿势。五，闻还原口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右弓摔，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右弓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转蹦时右手刀猛向右后下方蹦，身体猛向左转，上体倾斜45度。第七式，右横步摔。一，使用时机，
训练初学者握把反摔倒法。二，口令。右横步摔，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叉腰，两脚离开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左脚提起，足尖向下，经右膝弯向右侧方倒叉半步，两腿下弯，左膝盖抵住右膝弯，左脚尖与右脚跟约成一线，头保持正方向，眼向前平视，体重平均落于两腿上。二，文二口令，两脚掌为轴，迅速向左后转约180度，同时两腿下弯成骑马式。三，文三口令，以左脚跟为轴，向左猛转90度，左腿弯曲，右腿同时向后蹬出伸直，呈左弓箭步，左足尖及膝盖向左打开，头左转，两眼向左后看。四，文停口令，左脚为轴，左脚向右收回半步，身体向右转90度，呈预备姿势。五，文还原口令，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右横不摔，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右横不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向横方向插步时，身体保持马步之高度，旋转时左脚猛蹬伸直，上体猛转90度。第八式，前进勒腿摔。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抓脚摔倒法。二，口令，前进勒腿摔，预备，一、二，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抱轴。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上左脚一步，然后右脚向左扫踢，脚尖向左，身体重心落于左腿，身体左转90度，左手隔架向左平勒，置于腰际，左手合轴后握拳，拳心向下，右轴尖略向左，小背抬平，眼随右轴平视，左腿弯曲，右腿伸直，两脚在一直线上。二，文二口令，左脚跟为轴，腰部向右转，同时右小腿尽力向右侧后方勾起，此际右手变掌，右背伸直，由右膝下向上勒至腰肌后握拳，拳心向上，右脚随即向前着地，脚尖向外，腿下弯，左腿在后伸直，呈右弓步，左手变掌，掌心向下，指尖向右，用力向右侧方猛压推，头要正，两眼平视。三，文停口令，左脚前靠，恢复预备姿势。四，文还原口令，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前进勒腿摔，预备。分解动作，一、二、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前进勒腿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
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勒腿时右脚由内向外踢，同时右手由右膝下向上勒至腰部，左手顺势由拳变掌向右前方猛下压。第九式，原地抱腰。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抱腰摔倒法。二，口令，原地抱腰，预备，一、二、三，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抱肘，两脚离开与肩同宽，成马步。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以左脚掌为轴，身体向左转九十度，同时右脚上前一步，两脚尖均向左，两脚在一线上呈骑马式，同时两手变掌，由外向内合抱成圆弧形，抱于右膝前，左掌在外与右掌手指相接，微贴于右掌背上，眼向右前方看。二，文二口令，右脚不动，左脚内收半步，距右脚约十公分，两腿伸直，脚尖在同一方向，右胸与侧腹猛向上挺，上体略向后仰，右肘尖猛力上顶，肘尖向上，右手握拳置于左手掌中，目仰视。三，文三口令，左脚跟为轴，右腿提起，膝盖向内，此时身体向后转180度，左脚尖内关，右脚落于正后方与左脚成一直线，右膝弯曲，左腿伸直，右拳上身后迅速拉抱腰际，左拳在胸前随转身向右后下压轴，拳眼向上，小背水平，拳正对前方，目视拳。四，文停口令，以左脚掌为轴，右脚前收与左脚平行成预备姿势。五，文还原口令，恢复原来方向，两手放下成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原地抱腰，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原地抱腰，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抱腰上提时，两腿伸直，顺势右肘尖猛力上顶。第十式，后勒推。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小腿勾推摔倒法。二，口令，后勒推，预备，一、二，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抱肘。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左脚后退一步，呈左弓横步，身体左转九十度，两脚约在一线上，同时两手变掌，前勒后收回，左拳仍抱腰际，右拳置于右胸前，肘尖向右前方，身体重量在左脚，头向正前方，两眼平视。二，文二口令，右腿勾起后向右后方转，以左脚掌为轴，上体转向前方并向前倾，同时两手变掌，猛力前推，两背伸直，掌心向外，手指略相对，左脚立地，膝稍弯，右腿抬平，小腿弯曲，
两眼向前平视。三，闻停口令，后脚前靠呈预备姿势。四，闻还原口令，手放下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后勒推，预备。分解动作，一、二、停、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后勒推，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右小腿勾起后必须抬平，顺势身体前倾，双手猛推。第三章，护身导法。第一节，要则。要旨，摔跤之护身导法主要是在于战斗或勤务中保护自己身体，避免受到伤害，排除危险的一种技术，以确保自身之安全。实施要领：一、护身导法开始时是由低到高的姿势训练，由缓慢的动作，进而逐渐增加动作的速度。二、做护身导法练习时，需去除恐惧心理，以自然体的动作来发挥其技术。三、学习摔跤是在被摔中求取进步，不要一开始学习便想摔倒别人。抱着这种学习的意愿和精神，那么学习摔跤任何技术动作就不难了。第二节，护身导法。第一式，握姿导法。一、握姿后方导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练习向正后方倒地时的技术。二、口令，握姿后方导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握姿后方导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身体仰卧于地面上，两腿伸直并拢，双手握拳护头。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双手双脚向上伸直成90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闻二口令，双手顺势击打在身体两侧约45度后，迅速握拳护头，同时双脚向下弯曲，与肩同宽，双脚掌及地顶腰。三、闻三口令，同一动作要领。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握姿后方导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四。请看连续动作。握姿后方导法，预备。五、要求重点，极地时双手双脚同时完成，双手护头，双脚护腰之动作要正确。二、握姿右侧导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练习右后方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握姿右侧导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
停，握之右侧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身体仰卧于地面上，两腿伸直并拢，双手握拳护头。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双手双脚向上伸直成九十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闻二口令，身体向右侧转体成四十五度，左手握拳护头，同时右手变掌击打地面，手与身体成四十五度后迅速护头，右脚自然伸直，左脚顺势弯曲，脚掌及地面，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三，闻三口令，同一动作要领。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握之右侧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请看连续动作。握之右侧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双手迅速护头，双脚离开与肩同宽，下颚内收。三。握姿左侧倒法，依照右侧倒法要领相反实施。第二式坐姿倒法，一坐姿后方倒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初学者坐姿时向正后方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坐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坐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上体保持正直姿势端坐，两脚向前并拢伸直。双手向前平伸，与肩同高，五指伸直并拢，掌心向下，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上体向后倒，双手双脚向上垂直九十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闻二口令，双手顺势击打在身体两侧约四十五度后。迅速握拳护头，同时双脚向下弯曲与肩同宽，双脚掌及地顶腰。三，闻三口令，同一动作要领。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坐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请看连续动作。坐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要求重点，上体向后倒时，身体及脚步保持九十度。二，坐姿右侧倒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出坐姿时向右后方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坐姿右侧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
二、三，停。坐姿右侧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上体保持正直姿势端坐，两脚向前并拢伸直，双手向前平伸与肩同高，五指伸直并拢，掌心向下，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上体向后倒，双手双脚向上伸直成九十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文二口令，身体向右侧转体成四十五度，左手握拳护头，同时右手变掌击打地面，手与身体呈四十五度后迅速护头，右脚自然伸直，左脚顺势弯曲，脚掌及地面，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三，闻三口令，同一动作要领。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坐姿右侧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一。请看连续动作。求重点，身体向右侧转体时，腰部必须离地面。三，坐姿左侧倒法，依照右侧倒法要领相反实施。第三是蹲姿倒法，一，蹲姿后方倒法。一，使用时机，磨练学者瞬间向后方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蹲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蹲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屈膝蹲下后，脚跟离地，用前脚掌支持身体重心，两手背向前平伸与肩同高，五指并拢，掌心向下，两眼向前平视，上体保持正直姿势。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上体向后倒，双手双脚向上垂直九十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闻二口令，连贯一动作，顺势双手成掌击打在身体两侧约四十五度后，迅速握拳护头。三，闻三口令，同一动作要领。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蹲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一。请看连续动作。蹲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要求重点，臀部先着地，顺势双手双脚击打地面，护头护腰，两眼目视腰带处。二，蹲姿右侧倒法。一，使用时机，
磨练学者180度瞬间向右方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蹲姿右侧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蹲姿右侧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屈膝蹲下后，脚跟离地，用前脚掌支持身体重心，两手背向前平伸，与肩同高，五指并拢，掌心向下，两眼向前平视，上体保持正直姿势。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向右旋转90度，一右脚刀，右小腿，右大腿，右臀部，右背部顺序转动，同时双手双脚向上垂直90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文二口令，连贯一动作，身体向左侧转体45度，右手握拳先护头，同时左手变成掌及地面，与身体呈45度后迅速护头，左脚自然伸直成脚刀，右脚顺势弯曲，脚掌及地面护腰，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三，文三口令，双手双脚顺势向右上垂直90度。四，文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蹲姿右侧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请看连续动作。蹲姿右侧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五，要求重点，向右旋转90度时，必须依顺序5点着地。三，蹲姿左侧倒法，依照右侧倒法要领相反实施。第四式立姿倒法，一，立姿后方倒法，一，使用时机，培养学者战斗勤务中领悟瞬间立姿后方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立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立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身体保持立正姿势，两手向前平伸，与肩同高，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屈膝蹲下呈蹲姿后方倒法，预备姿势要领相同，上体顺势向后倒，先臀部着地，然后背部双手双脚向上垂直90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文二口令，连贯一动作，顺势双手成掌击打在身体两侧约45度后，迅速握拳护头，同时双脚向下弯曲，与肩同宽，双脚掌及地顶腰护腰部。三，文三口令，同一动作要领。四，文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立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
连续动作。一支过方导法，预备。连续六步，开始。五，要求重点，由立姿呈蹲姿后导之顺序，双手双脚及地，护头护腰必须协调一致完整。二，立姿右侧导法。一，使用时机，培养学者战斗勤务中领悟瞬间跳跃或跳伞着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立姿右侧导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立姿右侧导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身体保持立正姿势，两手向前平伸与肩同高，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屈膝蹲姿后瞬间向右转，一右脚刀，右小腿，右大腿，右背部之顺序着地旋转，同时双手双脚向上垂直90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二，文二口令，连贯一动作，向左侧转体45度，右手握拳先护头，同时左手成掌及地，与身体成45度后迅速护头，左脚自然伸直成脚刀，右脚顺势弯曲，脚掌及地面护腰，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三，文三口令，双手双脚顺势向右上垂直90度。四，文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立姿右侧导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四。请看连续动作。立姿右侧导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五，要求重点，着地时由立姿变蹲姿后，依照五点着地之要领实施。三，立姿左侧导法，依照右侧导法要领相反实施。第五式，前方导法。一，正前方导法。一，使用时机，养成学者在战斗勤务运动中向正前方瞬间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正前方导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正前方导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上体保持立正姿势，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呈半握拳，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两手上举，手背微弯，五指并拢，掌心向外，放置于下颚，两手肘与肩同宽，下颚微收，两眼向前平视，挺胸收小腹。二，文二口令，两脚不动，身体向前扑倒，两眼向前平视，下颚收，挺胸收小腹，
用两臂与手掌击拍地面，减少身体之坠力，将身体重量平均落于双手与双脚尖上。三，闻三口令，双手用力顶地，顺势双膝跪地，同时身体直立。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站起双脚好，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请看连续动作。站起双脚好，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五，要求重点，身体重量平均落于双手与双脚尖上。二，右前方倒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学者在战斗勤务运动中遭遇障碍瞬间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右前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右前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上体保持立正姿势，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呈半握拳，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右脚向前一步，上体向前倾倒，左手、左脚、右脚构成正三角形，左手指尖向内侧，右手置于左手与右脚中间，成小三角形。二、闻二口令，上体前倾，运用右手刀手背为支撑往前滚，顺着右肩部、背部的次序，像车轮旋转似的前滚倒下，左手顺势握拳护头，右手迅速及地后护头，右脚微屈，脚掌及地护腰，左脚自然伸直成脚刀，成为左侧倒姿势。三，闻三口令，左手右脚支撑身体起立。四，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右前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请看连续动作。右前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五，要求重点，滚动时依序顺着右手、右肩部、背部的顺序滚过去之要领实施。三，左前方倒法，依照右前方倒法要领相反实施。第六式，高姿倒法。一，高姿前方倒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学者向正前方垂直背部着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高姿前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高姿前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上体保持立正姿势，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呈半握拳，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双脚屈膝成马步，双手上举，
五指自然撑开，掌心向前上方呈三字形，胸部挺出，两眼注视前上方。二，闻二口令，双脚瞬间往前上方弹跳，顺势运用双手背之力及腰、腹、二收之协调一致动作，完成270度旋转。同时，双手以掌及地后护头，双脚猛向下弯曲，脚掌及地护腰。三，闻三口令，迅速双手双脚伸直90度。四，闻停口令，双脚向下压，起立成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高姿前方高好，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五，请看连续动作。高姿前方高好，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一、五，要求重点，动作要正确，胆识要大。二，高姿后方倒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学者向正后方垂直背部着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高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高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上体保持立正姿势，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呈半握拳，两眼向前平视。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双脚屈膝成马步，双手向后下方上举，五指自然撑开，掌心向后上方，两眼注视后上方。二，闻二口令，双脚瞬间向后上方弹跳，顺势运用双手背之力及腰、腹、二上仰之协调一致动作，完成180度后旋转。同时，双手以掌及地后护头，双脚猛向下弯曲，脚掌及地护腰。三，闻三口令，迅速双手双脚伸直90度。四，闻停口令，双脚向下，起立成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高姿后方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五。请看连续动作。高姿后方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一、五，要求重点，动作要迅速，协调一致，胆识要大。三，高姿飞侧倒法。一，使用时机，训练学者在格斗中踢打瞬间倒地护身的技术。二，口令：高姿飞侧倒法，预备，分解动作，一、二、三，停。高姿飞侧倒法，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退右脚，上体后侧双手握拳防御，呈37步胸前防御。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
上右脚侧踢或旋踢前踢，双手侧身防御，左脚重心不稳，瞬间滑倒，身体猛向左转90度，同时双手变掌，左掌心向外向下护左面部，右掌心向前向下护前面部，拍击地面，右脚向左弯曲，脚掌及地，膝盖向上45度，左脚自然伸直成脚刀。二，闻二口令，身体向左后方转体90度，双手双脚向上垂直90度，下颚收，两眼注视腰带处。三，闻停口令，呈预备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高分解动作，预备。分解动作，一。请看连续动作。高分解射手，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双掌护面位置要正确，右脚护裆位置角度要正确。第四章对练第一节要则要旨。对练之主要目的是在使学者熟练术式之用法。训练时两人一组，在指定器材或场地限制上分成若干组，依式对练，使学者领悟如何近身，如何用力，如何将对方摔倒。在实施训练之前，应先训练学者熟悉着装、抓把、握把、步伐、护身导法等各项要领，以奠定对练与应用实习之基础。实施要领：一、对练需在垫上或安全场地实施，以免受伤。在对练之前，检查场地或器材外，必须先做热身运动及练习护身导法，然后再实施对练为宜。二、对练时着摔角服或运动服或军服，以便训练。同时身上不可携带物品，指甲必须剪短，以免受伤。三、团体操作，首先呈教练队形，单双数相对，两人一组，相距一步，组与组之间取两步距离，以免相撞而遭意外受伤。四、对练前后相互敬礼。第二节抓把要领。上把：一、使用时机，通常由高个子使用。二、口令：上把，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上把口令，摔者以右手抓对方的左肩后领，拇指插入后领，并略为弯曲，其余四指指尖朝下握住外缘，同时向外翻，虎口朝上，以小背控制对方肩部，手腕伸直，避免对方转体反攻。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上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拇指插入后领，手背弯曲。下把：一、使用时机，通常由矮个子使用。二、口令：下把，预备，开始。停，还原，请
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下巴口令，摔者以右手抓对方后中心带，拇指由上插入后中心带内侧并扣紧，其余四指由上向下抓住中心带的外侧，拳眼略朝上，手腕伸直，肘关节微屈。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下巴，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抓把时抓对方后中心带，插入后中心带内侧并扣紧。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胸把口令，摔者以右手抓对方的左胸襟，拇指抓向衣襟内侧并微弯曲，其余四指指尖抓住对方左胸襟外侧，同时略微向外翻，虎口向上，手腕伸直，以全面前侧抵住其左胸前。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胸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抓胸襟时向外翻拧，虎口向上。偏门把，一，使用时机，对方手背力量比较强时使用偏门把。二，口令，偏门把，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偏门把口令，摔者以右手抓对方右胸襟，拇指抓向衣襟的外侧并稍微弯曲，其余四指抓向衣襟内侧，虎口朝上，偏门抓法与胸抓法相同。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偏门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偏门抓法与胸把抓法相同。前腰带，一，使用时机，通常为个子较高者内腿动作使用。二，口令，前腰带，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前腰带口令，摔者上右脚，
右手抓对方之前腰带，左手仍抓右袖口。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前腰带，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一、五，要求重点。抓把时，虎口向下，四指在内。上把后腰带。一，使用时机，此为高个子抓矮个子使用。二，口令。上把后腰带，预备，开始。一。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上把后腰带口令，摔者先抓上领把，然后近身时右腿插入对方之裆内，同时右手伸向背后，向下抓住后腰带。左手夹紧对方右背。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上把后腰带，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五，要求重点，抓后腰带时，向下抓住后腰带，左手夹紧对方右手背，下把侧腰带。一，使用时机，此为矮个子对高个子使用。二，口令，下把侧腰带，预备，开始。一，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下把侧腰带口令，摔者以右手抓对方侧腰带，拇指由上插入侧腰带内侧并扣紧，其余四指由上向下抓住腰带的外侧，拳眼略朝上，手腕伸直，肘关节微弯。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下把侧腰带，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五，要求重点，抓后腰带时，向下抓住后腰带，左手夹紧对方右手背，夹脖把。一，使用时机，通常高个子使用。二，口令，夹脖把，预备，开始。一，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夹脖把口令，摔者先抓上把，然后将右腿插入对方裆内呈倒插步，同时右手迅速顺其颈脖，将其夹入肘内，身体再向下施压力。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夹脖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一。五，要求重点，
夹紧对方颈部，身体向下压。第三节，握把要领。单钩挂，一，使用时机，对方要抓上把时，常用单手挂防御，破除对方有力之把势。二，口令，破上把，立，开始，起，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成马步。四，动作要领。一，闻破上把口令，两人相距一步，两脚离开，对方伸左手来抓上把，迅速以右手向上向外勾挂。二，闻破下把口令，两人相距一步，两脚离开，对方伸右手来抓下把，迅速以左手向下向外勾挂。三，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四，闻还原口令，成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破上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破下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上下外勾挂时要快要准要狠。破胸把，一，使用时机，对方抓胸把时迅速外勾挂防御。二，口令，破胸把，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四，动作要领。一，闻破胸把口令，对方伸左手来抓胸把，迅速以右手向下向左外勾挂。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成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破胸把，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五，要求重点，破胸把时用身体与手背之力瞬间发劲。双勾挂，一，使用时机，对方同时抓上把或下把及胸把时，应用双勾挂防御。二，口令，双勾挂，预备，一，二，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成马步。四，动作要领。一，闻双破上把口令，对方双手来抓上把时，迅速以双手向上向外勾挂。二，闻双破下把口令，对方双手抓下把时，迅速以双手向下向外勾挂。三，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四，闻还原口令，成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双勾挂，预备，一，二，停，还原。五，要求重点，破把时手背要旋转。花勾挂，一，使用时机，对方双手抓不同把时，应用花勾挂防御，破除对方攻击。二，口令，花勾挂，预备，开始，停，
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成马步。四，动作要领。一，闻花钩挂口令，对方右手抓下巴，左手迅速向下向外勾挂。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成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花钩挂，预备，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上下握把时必须应用腰与手背合一。第四节，步法，马步。一，使用时机，对方手背力量很大时应用马步，使对方无法发挥攻击力。二，口令，马步，预备，一，二，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姿势，两手抱肘。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左脚向外张开约与肩同宽，两腿要平，两足尖向前平行。二，闻二口令，两脚下弯，挺身收小腹，两手握拳，全面向上置于腰际，上体微向前倾，两眼平视。三，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四，闻还原口令，成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马步，预备，一，二，停，还原。五，要求重点，练马步时两脚与肩同宽。弓步，一，使用时机，向前方攻击时应用弓步攻击对方。二，口令，弓步，预备，一，二，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两手叉腰。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左脚向外张开约与肩同宽，两脚要平，两足向前平行。二，闻二口令，以自然体右脚向前一步，屈膝，左腿挺直，右大腿与小腿均成九十度，后腿必须用力挺直，脚尖内扣，脚跟着地，上体稍向前倾，后腰下沉，臀部不可突出。三，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四，闻还原口令，成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弓步，预备，一，二，停，还原。五，要求重点，练弓步时膝盖与脚尖垂直，后脚顶直。虚步，一，使用时机，虚攻对方时应用虚步。二，口令，虚步，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两手叉腰。四，动作要领。一，闻虚步口令，左脚向前一步，重心落于右脚上，左脚掌需沾于地面，使左脚能自由起落，右脚下弯，上体向右半面转约45度。二，
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徐步，预备，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将重心落于后脚，前脚后跟离地约一公分。按步，一，使用时机，对方抓上把攻击时，应用按步反摔对方。二，口令，按步，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两手叉腰。四，动作要领。一，闻按步口令，左腿向右后方侧半步交叉，左膝盖紧贴右膝窝，以前脚尖着地呈坐盘，上体正直，目视前方。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按步，预备，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重心要低，身体要正。握步，一，使用时机，对方个子矮时，应用握步旋转力摔倒对方。二，口令，握步，预备，开始，停，还有，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两手叉腰。四，动作要领。一，闻握步口令，左腿向右后方退一步交叉，左脚跪下，膝盖置于右脚跟后方，上体保持正直，目视前方。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握步，预备，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握步时后膝盖与前脚跟同低。盖步，一，使用时机，对方步伐很稳时，应用盖步或是对方重心。二，口令，盖步，预备，开始，停，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立正，两手叉腰。四，动作要领。一，闻盖步口令，右脚向左前方一步交叉，同时双膝下弯，上体保持正直，目视前方。二，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三，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请看连续动作。盖步，预备，开始，停，还原。五，要求重点，盖步时前脚跟离地约一公分，重心在前脚掌。第五节，基本术式对练。第一式，前进踢对练。一，使用时机，对方正拳上端攻击时，应用前进踢或是对方内脚后跟勾踢摔倒对方。二，口令，前进踢，预备，一，二，三，停，
团员，前进踢，预备，连续动作开始，踢，团员，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离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置于腰侧。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摔着右脚向前成弓步，右手抓上把，左手抓内袖把或手肘部，被摔着右弓步正拳攻击。二，闻二口令，摔着上左脚由被摔者之右腿内前进至其右脚跟后，将足掌向左撇开，同时双手后推，以左膝下压对方右小腿。三，闻三口令，被摔者侧右腿，摔者趁其单脚着地不稳时，迅速左脚内关，提右脚自其左外侧猛力踢对方之左小腿向左前，同时右手拉，左手抬，收腹蹲身，目视右后方，使手腰踢力配合，摔对方倒地。四，闻停口令，倒地者即向左翻身起立，摔者收腿，两人换位，同时两脚靠拢，两人相对而立，恢复预备姿势。五，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前进踢，预备，一、二、三，踢，还原。请看连续动作。前进踢，预备，连续动作开始，踢，还原。五，要求重点，前进踢左脚掌向左撇开，右脚勾踢对方左脚跟。第二式上把前进后踢对练。一，使用时机，对方抓腰时应用上把前进后踢摔倒对方。二，口令，上把前进后踢，预备，一、二、三，踢，还原。上把前进后踢，预备，连续动作开始，踢，还原。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相距一步，两脚离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置于腰侧。四，动作要领。一，闻一口令，被摔者右弓步上端攻击，摔者迅速以左手拨开被摔者右手夹于背下，右手迅速抓对方后领，同时上右脚。二，闻二口令，右脚掌为轴，左脚向后倒插步，左手猛拉，右手改夹起颈部，背部贴紧对方。三，闻三口令，右脚提起，自对方右腿外侧向后少方猛踢，同时上体向左后转并前倾，重心落于左腿，眼睛向左后方看，使对方自背部向前落地后压制对方。四，闻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五，闻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上把前进后踢，预备，一、二、三，踢，还原。请
项连续动作。上把前进后踢，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回。第三式，背部摔对练。一，使用时机，对方抓领部或肩部时，应用背部摔过肩摔倒对方。二，口令。背部摔，预备。一，二，三，停，来人。背部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来人。请看示范。三，预备姿势，两人面对面相距一步，两脚离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置于腰侧。四，动作要领。一，文一口令，被摔者右弓步正拳攻击，摔者迅速以左手隔架，同时出右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紧扣对方之右背。此技并上右脚至对方右足前呈虚步。二，文二口令，摔者以右脚掌为轴，左足倒插至对方左足前，身体转约180度，两腿弯曲呈马步，双手紧抓其右背，将背弯置于自己右肩上，臀部贴紧对方，身体略向前倾。三，文三口令，双手直背向前向下用力拉，身体尽量向下弯，同时臀部上起，两膝挺直，使对方从肩背摔至前方着地。四，文停口令，恢复预备姿势。五，文还原口令，呈立正姿势。现在示范分解动作。背部摔，预备，一，二，三，停，回。请看连续动作。背部摔，预备，连续动作，开始。停，来人。五，要求重点，臀部要顶，手要猛拉。第四式，下巴前进后转对练。一，使用时机，对方体重很重时，应用下巴前进后转顶腰摔倒对方。二，口令，下巴前进后转，预备，一，二，三，停，还原。下巴前进后转，预备，连续动作，